话了。哎，谁？哇，好冷哦！等一下，来，我给你让你更冷哦。在布告栏上面的狗是什么狗？在布告栏上面的狗，布狗。是公狗。公狗？为什么是公狗？广告公狗。广告公。那还有，最会跳舞的狗是什么狗？最会跳舞的狗，霹雳狗。探狗。探狗。那我问你一个，最会迷路的狗是什么狗？那就盲狗啊。好，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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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紧张啊！好紧张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我是阿红啊。我是 QQQ 的灰灰啊。嗨，今天要把所有听众朋友们来关心到一项报道大事。讲嘛，咱女士，前副总统讲哦，讲这2022啊，咱民进党啊，真有可能啊，是女女配，就是讲啊，查某配查某，这些东西。国民党的阴谋啦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等什么社会啊？啊，即马这2022过都还未一半，就开始有人在摇啊，讲2022哦，什么人要配什么人哦？咱之前民进党真侪人在讲哦，讲什么有蔬菜配啦吼，还是讲咩什么蔬蟹配啦吼？啊，怎么配？安怎配？安怎配啊？拢是查甫的配查甫的吼，啊，无查甫的配查甫，开始啊！将来无人讲过什么查甫要配查甫的哦，就什么人？就咱女前啊，副总统秀莲女士安尼讲的哦。你知影为什么？因为伊就想要做总统哎。你讲出来啦！啊，卢秀玲要做总统这样代志哦，全台湾哦，全世界拢知影，袂使在这所在讲啦。在你讲。我讲做总统，大家拢有机会啦吼。啊，不过呢，这一回啊，这卢前副总统哦，伊安尼讲啊，真正是石破天惊的吼，啊，语不惊人死不休啦吼。所以我刚刚哦，这回哪边选总统嘛，我刚刚在那串英文。建议哦，你要配像你怎么在？你得配这个咱这瓜叶修心啊，叶青，吼，那就变做青菜配。哦，那你买菜配白冰冰啊，再叫做白菜配。白菜肉，白菜配哦。白菜配。安怎配哦，拢好，但是袂千般袂使配着小丸子哦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若配着小丸子哦，就变做小菜配，小菜呢很容易就会被端走喽。哎，谁？无啊，我分过啊，买使找爱玉当一个主持哦，因为阮阁有主题曲。这紧。对，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。哦，别怀疑个安尼啦，咱讲起来听众不一样，不管你要安怎陪安怎陪嘛，我是感觉吼，小可卖到这女副前总统安尼陪啦，因为啊，那陪到到底，送到下面人，啊，就送到马英九啊，这些东西。国民党的英女儿来了，再来看就别亏了。黄子佳，你好。我觉得阿红之声也应该换成本爱配。你笑迪哥，笑迪哥，你喜欢喜欢找英来主持的，没有看你们厉害啊。风猪哥，来阿红之声，你好。我觉得阿红之声也应该换成本爱配。好啊，卖再给查甫声好不？你就是小虾，你是查甫的嘛？这个声都，你就是我们家师弟哦，没有看你们厉害啊。来阿红之声，你好。哦，我感觉阿红之声哦，实在可怜啊。妈真啦，咱真正是好朋友啦，莫讲你靠我啦，我嘛需要靠你啦，听阮这电台啦吼。哦，无你误会哦，我是讲爱靠你，你为何本爱退债啊？阿真啦，你先笑啥？你先甲看卖后边看板哈。阿红之声啦，伊也袂做婚柜之声啦，也种爱玉之声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这节目只要我阿红电视讲，绝对无可能换人主持啦。对台上面给他凊彩讲讲的啦。哦，有人办那个告别式哦，加辣妹来跳来串礼物诶。哦，结果红家伫本钱哪呢？啊，这些东西。日本人大惊小怪啦。大惊的小怪，啊，细惊的。细惊的就大怪啊！你嘛就怪。你不能奇怪。你不然大惊小怪啦！哦，大惊小怪啦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啊，这台中就是蔡先生的老爸，不是王新奇啊，伊个告别式顶悬的真侪，伊们跳礼舞的啊，啊，邀请伊跳回老爸看哈。啊，想袂到呢，这段影片啊，竟然被日本的电视台啊，规个啊，恰恰登去日本电视台啊，来甲放上，不甲选做啊，票选做啥物啊，奇景百观就对啦，啊，真好看啦。想袂到，这电视一播上出去，阿娘我的收视率个增加有够悬的啦。十外的%呢，比这新兵日记搁较悬呢，这悬哦，哈，结果安尼甲计算了，差不多1600万人啊来甲收看，这济，对啊，你煞唔知影，其实种代志在台湾就是非常正常的代志嘛，对不对？真侪所在啊，
需要拉面的所在有够多啦。你比如讲，你若去买槟榔时，有需要拉面无？需要。对啊，啊七月半是中元节时，有需要拉面无？需要。啊，若台中讲大拜拜时，有需要拉面无？需要。对啊，啊这真正常的代志啊。但是这一回啊，你这个别是另外来邀请你这个脱衣舞啊，和你老爸来看，其实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当条件小怪？而且啊，台中的蔡先生，对不对？伊嘛有讲过哦，讲伊老爸在生的时阵啊，非常爱看这幅画。爱看这脱衣舞啊！而且九十岁时阵哦，我捌去泰国看过一个有人妖秀的。九十岁。对啊，所以安怎讲安怎讲，拢是因为蔡先生非常的孝顺哦，一个心意。而且阿姨嘛，跋八百门过啊，对不对？就有这么头大惊小怪。所以讲这一回啊，这亚皮啊，个别是顶块跳脱衣舞的亚皮，日本人就爆啊，这些拢是日本人大惊小怪啦。对啊，讲了非常清楚，今日再后回继续是阿红之声感恩路啦。拜拜。不能大惊小怪。欸、我问你哦，卡叔公哦，我找爱。什么公？什么公？卡叔公。卡叔公。卡叔公耶！你好，叔公，卡叔公。卡叔公哦，我若找爱玉，甲我同齐主持，真正会无好吗？你感觉会好？你若感觉会好，咪你试看卖啊！你头前十六分哦，甲我讲的，我开场白讲一段，那 OK 就 OK 了。好，来，婚爱吉祥，欢迎大家来唱下。什么吉祥？什么吉祥？婚爱吉祥。婚爱吉祥。婚爱吉祥，大家欢迎大家来唱下。我是婚贵，我是爱玉，今日个大家都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婚爱吉祥，欢迎大家来唱下。我是婚贵，我是爱玉，今日个大家都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婚爱吉祥，欢迎大家来唱下。我是婚贵，我是。给每个打开。